奶奶给你做的大菜。嗯，妈，家里有没有小咸菜啊？不想吃荤的。这是什么？粘帽子，肚鸡蛋。啊？这种粘帽子要用老一点的。这是什么？孙立红，跳肉丝。这是什么？腌萝卜干，嘎嘣脆。这是什么？辣椒鞭炖咸肉。来吃，齁死你！香，小时候的味道。爸爸，你陪我玩呀。吃撑了，胃胀得很。吃撑了为什么会胃胀？消化不了呗。为什么消化不了？胃里没有消化酶了呀。没了就补呗，消化酶是干啥的？消化酶是帮你的肠胃切碎食物的。它是刀啊，那不能补。消化酶是蛋白质，口腔会分泌唾液淀粉酶，胃分泌胃酸有蛋白酶，胰腺会分泌胰酶、胰蛋白酶、胰淀粉酶、胰脂肪酶，小肠里也有各种消化酶，肠肽酶、蔗糖酶、麦芽糖酶。就是让食物在肚子里面发霉哟。消化酶是咱们体内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蛋白质，主要是负责消化的，但是吃撑了胃胀的时候，体内的消化酶就不够了，就得补充点呗，这样就不胀了。那你赶紧补充点消化酶，促消化酶，要不然我怕你胃都是气，一会儿肯定要放大屁。